What?这个位置有机会哦，而且这时候 Flash 才刚走下路，又是出击，一个疏通，航道勾到了绿毛，但这波致命节奏触发的硬碰位置有点危险，好险绿毛旁边大口一吞吞回来，我在上路打起来了，二加一，要高额的减速，因为他连闪现都没有选择来尝试逃脱，大伙应该会给到这个地方是有眼的，看一下。 苏宁的反应看到了，神奈侯退是施暴老杰的钢魔法护盾已经开掉了，正面索尔的是过来帮忙挡一下蛇头，再用自己的肉身挡住了顶上来的 Flores，Flores 知道这时候只能选择杀太太，但太太刚刚的其他还是比较多，被死掉了，完了，闪现吞回去的话，那这样的索尔就拿自己的命救了司马老贼，只剩下非战斗属性的 AD 闪现，看下上路的回放，鳄鱼是没有上来换血，但是微微直接出来，连捅连到了，再吃到减速啊，那确实一个蓝城追上。 这波就没有交，这条火龙艾罗，你觉得现在以局面来说，谁比较有机会可以掌握？那肯定是苏宁啊，苏宁前期奥拉夫肯定要比朱尼强很多。是，但下半部一开始其实，小龙里偷偷放了个眼，没有被发现。是，这个眼其实藏的比较刁钻。对，来了，就是这波入侵野区，绿毛是没有闪现的，前面闪现吃了一下。 撑到底才砍出一个白盾，这个白盾扛不住，因为方圆在这波奥拉夫愿意来下的时候，这时候战斗能力 Flores 直接放弃了下半部。船长刚大招是支援过下半区的，这波有点危险，看能不能操作。果子还没吃，被自己的控制，哇，哎呦，这果子吃了加了血，但实在是扛不住伤害。主要已经，然后拿下四杀也是非常的凶。这波朱女儿塔姆一起进野区看到了，能留下吗？微微有大招，可能要逼出一个大招。 这大应该杀不了了，哎，还要丢大招补伤害，但是哎，最后一剑，天哪，这都舔到了这么多小兵。绿毛把这个闪现拿来打出进攻的一个效果，舔红以后再利用秒表规避。如果他们要守这波峡谷前锋的话，会被迫打一个 AD 不在的一个正面团。塔下是太太直接给大药杀 Zoom， 登陆很快的利用自己的大招跟 Q 技能。上半部的河道草丛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绕后掩位，先看一下下路这波应该是 Imp 跟 Flash 在尝试来击杀。没有果子吗？应该前面已经吃过果子了。 哇，这波坏血的，在阵容上面必须打出来的一个领先。好，我前面说错了，是苏宁前面拿了第一条火龙，我以为第一条火龙是京东拿的，前面说错了。更正一下，没问题。现在两边都是一条。这一波弗雷斯后续的一个技能控制。司马老贼出了装备之后也能回馈给队友，也能塞起来。这波 Maple 要插眼的话，出来肯定有机会出手了，还没有插眼。闪现跟一个一技能在晕眩以后，这时候又是绿毛舔过来了。这一场没想到塔姆跟 月的话还是有点困难的，彪彪很怂啊，很怕在后面先放个桶。这个桶就是哎，别来了，兄弟，真别来，你来我就二连桶溜溜球。这桶子放在后面啊，非常多的加眼，可以看到了，这个位置能开吗？主女直接开起来，开起来以后，阿拉夫是开启蛛丝网往后撤，索尔的这个位置现在是赌铁板的四层的一个猪妹大招，先开了一个秒表，然后这时候船长的大招下来以后，京东五个人先往后拉。哎呦，船长这个连桶失误了，没有连上去，京东到底要不要放掉这条龙，还是要打团呢？龙的血量已经被压到3000多点血了，船长还不打算踢，船长还不踢，苏宁也没有耐心，只要闪现索尔的是躲过了船长的一个大招。 冻住了，Maple，Maple，这时候回头打一个支天使，一个被动，闪现都不交。这时候奥拉夫被逼了一个闪现啊，因为位置上面有可能要被停来怎么解决。很快啊，这个打的速度很快，一半了，一半了。是索尔的过来，应该是要先他控制。Zoom的位置很好，直接切，瑞兹 Maple 的血量掉的非常的多，大龙给出去，大龙最后已经是被维鲁斯给拿下来了，微微经常想抢，微微也是被卖掉了，最后是开了一块表，京东这一波第二次的一个尝试就成功的拿下了男爵，这波打的非常漂亮，而且是鳄鱼一开始并没有在大龙里面，而是在那个。 一点那个草里面埋伏，是打出了成吨的优异，直接把 Maple 给打残了。Maple 最后也是倒下，微微跟 Maple 终于也死掉以后，苏宁这波还要出去跟对方打吗？对方是有踢的呀，你们可以踢回来，刷了这个位置。两个 TP 同时下来，
应该是出不来了。牙膏拿下的这个人都是骂老贼，赶紧高地外的防御塔给拔光，要把这个大龙 buff 利用完整。看一下回放，鳄鱼一开始的位置非常好，逼出了 Maple 的闪现，然后后续还没有抢到龙比较可惜吧，微微这个时候已经进去了，是，然后开出个中亚等死了。而且我们看回放才发现，这个人头又是被硬的身，这个鹰眼哎开起来了，开中路直接要杀塔姆，塔姆白盾开起来扛不住，毕竟这波打得非常漂亮，四个人暴打他，而且船长之后也是要打这条大龙，得先把视野再抢回来。对，但要小心的是京东又要被开了，开到了又是塔姆，塔姆这波有没有闪现交出来的机会？先交了一口治疗，闪现搁到 F 六坑里面，已经被这边手留住了。Swat Imp 在后面是直接把泰坦给击杀以后，正面京东反而还可以再继续的逼大龙。朱姆又是这个位置，朱姆的位置没被发现，开大招过来，牙膏闪现一逼出了 Maple 叫出自己的一个闪现，躲过枪路。这边大招快打完了，三千血下下去，船长的大招先让京东的队员再调整自己的一个站位，但这个位置斯巴老贼的输出空间非常好。这边的时候看到了斯巴老贼暴击，但是中的这个位置闪现过来贴个大位，塔姆把他收回去，花落想要拿大龙。朱美是拿下了大龙，微微进场已经先被秒了。看一下后续，斯巴老贼还在输出，这时候激活在弗雷身上，一波过来压掉了斯巴老贼的一个位置。这边的筒子也没有扎到人 ，Maple 京东这边，这波好可惜啊，这两波都好像。哎，斯巴老贼这个位置还想吃红，一波刚好在这里，哎呦，没被发现，这过来的，富贵险中求嘛。太想吃这个红了，这个红对他来说确实非常关键。中路 Maple 被开了。Maple 的位置没有闪现，这波狂魔链打掉以后下来了，撑不住，即使开启炽天使之杖的护盾是救不出 Maple 的。朱女加上两个猛汉，这个阵容还是强势呀。而且现在 Imp 的一个作战能力也是非常的强。哇，上路是一波单杀吗？那这波要结束了呀！哎，中路开起来，疯狂平 A， 疯狂平 A， 维鲁斯第一波被杀掉了。Imp 还有波甲，不过 Imp。朱妹的时候控制打出去，还在平 A， 一个魔法护盾好像是挡掉了朱妹的一个一技能，站起来春哥，但是这时候牙膏来到了一个正面，哇，上面两串锁链是撸死了司马老贼。那这样京东可以一波吧 ？Maple 的复活时间还有15秒，因为 ADC Imp 是有守护天使站起来的话，那应该要可以提前恭喜京东在今天的 BO3 里面先持得点。电商大战的第一局打得非常的火热，两边打出了21颗人头。刚真的非常可惜，他们以为把硬普打死，但是那个瞬间硬普一失血没有死掉，一直在那吸血，他们是后面再把硬普打死，如果他们第一时间把硬普处理掉的话，他们的输出是不够的。而且硬普这波是真的稳，他除了有春哥，他还有一块表，